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，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，南无华严教主毗卢遮那如来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一，十回向品第二十五之九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摩诃萨无着无福解脱回向？佛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善根心生尊重，所谓于出生死心生尊重，于摄取一切善根心生尊重，于希求一切善根心生尊重，于毁诸过业心生尊重，于随喜善根心生尊重，于礼敬诸佛心生尊重，于合掌恭敬心生尊重，于顶礼塔庙心生尊重，于劝佛说法心生尊重，于如是等种种善根皆生尊重，随顺人可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于彼善根皆生尊重随顺人可时，究竟心乐，坚固信解，自得安住，令他安住，勤修无着，自在积极，成甚至乐，住如来境，势力增长，悉得知见，以诸善根如是回向。所谓以无着无福解脱心成就普贤深业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清净普贤语业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圆满普贤意业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发起普贤广大精进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具足普贤无碍音声陀罗尼门，其声广大普遍十方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具足普贤见一切佛陀罗尼门，恒见十方一切诸佛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成就解了一切因身陀罗尼门，同一切因说无量法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成就普贤一切劫住陀罗尼门，普于十方修菩萨行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成就普贤自在力，于一众生身中是修一切菩萨行，尽未来劫常无间断，如一众生身，一切众生身悉亦如是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成就普贤自在力，普入一切众道场，普现一切诸佛前修菩萨行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成就普贤佛自在力，于一门中示现经不可说不可说劫
无有穷尽，令一切众生皆得悟入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就普贤佛自在力，于种种门中示现今不可说不可说劫，无有穷尽，令一切众生皆得悟入，其身普现一切佛前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就普贤自在力，念念中令不可说不可说众生住实力智，心无疲倦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就普贤自在力，于一切众生身中现一切佛自在神通，令一切众生住普贤行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就普贤自在力，于一切众生语言中作一切众生语言，令一切众生一一皆住一切智地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就普贤自在力，于一一众生身中普容纳一切众生身，令皆自为成就佛身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就普贤自在力，能以一花庄严一切十方世界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就普贤自在力，出大音声普遍法界，周闻一切诸佛国土，摄受调伏一切众生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就普贤自在力，尽未来际不可说不可说劫，于念念中悉能遍入一切世界，以佛神力随念庄严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就普贤自在力，尽未来际所住之劫，常能遍入一切世界，示现成佛，出心于世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普贤行，一光普照尽虚空界一切世界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普贤行，得无量智慧，具一切神通，说种种法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普贤行，入于如来尽一切劫不可测量神通智慧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普贤行，住尽法界诸如来所，以佛神力修习一切诸菩萨行，身口意业曾无懈倦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普贤行，不为于意，不坏于法，言辞清净，乐说无尽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，
令其当得一切诸佛无上菩提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行，入依法门时放无量光，照不思议一切法门，如意法门，一切法门皆亦如是，通达无碍，究竟当得一切智地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住菩萨行，于法自在，到于普贤庄严彼岸，于一一境界，皆以一切智观察悟入，而一切智亦不穷尽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使从此生尽未来际，住普贤行，常不休息，得一切智，悟不可说不可说真实法，于法究竟，无有迷惑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业，方便自在，得法光明，于诸菩萨所行之行照了无碍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行，得一切方便智，知一切方便，所谓无量方便、不思议方便、菩萨方便、一切智方便、一切菩萨调伏方便、转无量法轮方便、不可说时方便、说种种法方便、无边际无畏藏方便、说一切法无余方便、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住普贤行，成就身业，令一切众生见者欢喜，不生诽谤，发菩提心，永不退转，究竟清净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行，得了一切众生语言清净智，一切言辞具足庄严，普应众生皆令欢喜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住普贤行，立殊胜智，具清净心，得广大神通、广大智慧，普益一切广大世间、广大国土、广大众生所，说一切如来不可说广大法、广大庄严圆满藏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成满普贤回向行愿，得一切佛清净身、清净心、清净解，摄佛功德，住佛境界，智印普照，示现菩萨清净之业，善入一切差别聚义，是诸佛菩萨广大自在，为一切众生现成正觉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勤修普贤诸根行愿，得从立根、调顺根、一切法自在根、
无尽根，勤修一切善根根，一切佛境界平等根，受一切菩萨不退转记大精进根，了知一切佛法金刚戒根，一切如来智慧光照金刚印根，分别一切诸根自在根，安立无量众生于一切智根，无边广大根，一切圆满根，清净无碍根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行，得一切菩萨神力。所谓无量广大力神力，无量自在智神力，不动其身普现一切佛刹神力，无碍不断自在神力，普摄一切佛刹至于一处神力，一身遍满一切佛刹神力，无碍解脱游戏神力，无所作一念自在神力，住无性无依神力，一毛孔中次第安立不可说世界，遍游法界诸佛道场，是诸众生皆令得入大智慧门神力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入普贤门，生菩萨行，以自在智于一念顷普入无量诸佛国土，一身容受无量佛刹，或能严禁佛国土智，恒以智慧观见无边诸佛国土，永不发起二圣之心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方便行，入智慧境界，生如来家，住菩萨道，具足不可说不可说无量不思议殊胜心，行无量愿未曾休息，了知三世一切法界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成就普贤清净法门，于一毛端亮处喜包容尽虚空遍法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国土，皆是明见，如一毛端亮处遍法界虚空界，一一毛端亮处悉亦如是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成就普贤身心方便，于一念心中现一众生不可说不可说劫念心，如是乃至现一切众生而许劫念心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入普贤回向行方便地，于一身中悉能包纳净法界不可说不可说身，而众生界无所增减，如一身乃至周遍法界一切身悉亦如是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成就普贤大愿方便，
舍离一切想导、心导、见导，普入一切诸佛境界，常见诸佛虚空界等清净法身，相好庄严，神力自在，常以妙音开示演说，无碍无断，令其闻者如说受持，于如来身了无所得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，修普贤行，住菩萨地，于一念中入一切世界。所谓入养世界、富世界，不可说不可说十方网，一切处广大世界，以因陀罗网分别方便，普分别一切法界，以种种世界入一世界，以不可说不可说无量世界入一世界，以一切法界所安立无量世界入一世界，以一切虚空界所安立无量世界入一世界，而亦不坏安立之相，悉令明见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，修习普贤菩萨行愿，得佛灌顶，于一念中入方便地，成满安住众行至宝，悉能了知一切诸想。所谓众生想、法想、刹想、方想、佛想、事想、业想、行想、戒想、结想、根想、实想、持想、烦恼想、清净想、成熟想、见佛想、转法轮想、闻法结了想、调伏想、无量想、出离想、种种地想、无量地想、菩萨了知想、菩萨修习想、菩萨三昧想、菩萨三昧起想、菩萨成想、菩萨坏想、菩萨末想、菩萨生想、菩萨解脱想、菩萨自在想、菩萨住持想、菩萨境界想、结成坏想、明想、暗想、昼想、夜想、半月、一月、一时、一岁变异想、去想、来想、住想、坐想、睡想、觉想、如是等想，于一念中悉能了知，而离一切想，无所分别，断一切障，无所执着，一切佛智充满其心，一切佛法长其善根，与诸如来等同一身，一切诸佛之所摄取，离垢清净，一切佛法皆随修学，到于彼岸，以无着无福解脱心，
为一切众生修普贤行，生大智宝，于一一心中知无量心，随其依止，随其分别，随其种性，随其所作，随其业用，随其相状，随其思觉，种种不同，迷不明见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成就普贤大愿至宝，于一处中知于无量不可说处，如于一处，于一切处悉亦如是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习普贤行业至地，于一业中能知无量不可说不可说业，其业各以种种缘造，明了知见，如于一业，于一切业悉亦如是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习普贤知诸法智，于一法中知不可说不可说法，于一切法中而知一法，如是诸法各个差别，无有障碍，无为无着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住菩萨行，得具普贤无碍耳根，于一言音中知不可说不可说言音无量无边种种差别而无所着，如于一言音，于一切言音悉亦如是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智，起普贤行，住普贤地，于一法中演说不可说不可说法，其法广大种种差别，教化摄受不可思议，方便相应，于无量时，于一切时，随诸众生所有欲解，随根随时，以佛音声而为说法，以一妙音令不可说道场众会无量众生皆悉欢喜，一切如来所无量菩萨充满法界，立殊胜智，生广大见，究竟了知一切诸行，住普贤地，随所说法，于念念中悉能证入，一刹那起增长无量不可说不可说大智慧聚，尽未来劫如是演说，于一切刹修习广大虚空等行，成就圆满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习普贤诸根行门，成大行王，于一一根中悉能了知无量诸根无量心乐，不思议境界所生妙行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住普贤行大回向心，得色甚为细致，身甚为细致，刹甚为细致，劫甚为细致，世甚为细致，方甚为细致，时甚为细致，数甚为细致，
业报甚为细致，清净甚为细致，如是等一切甚为细，于一念中悉能了之，而心不恐怖，心不迷惑，不乱不散，不着不裂，其心一圆，心善即定，心善分别，心善安住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住菩萨智，修普贤行，无有懈倦，能知一切众生去甚为细，众生死甚为细，众生生甚为细，众生住甚为细，众生处甚为细，众生品类甚为细，众生境界甚为细，众生行甚为细，众生取甚为细，众生攀缘甚为细，如是等一切甚为细，于一念中悉能了之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立身至乐，修普贤行，能知一切菩萨，从初发心为一切众生修菩萨行甚为细，菩萨住处甚为细，菩萨神通甚为细，菩萨游行无量佛刹甚为细，菩萨法光明甚为细，菩萨清净眼甚为细，菩萨成就殊胜心甚为细，菩萨往诣一切如来道场众会甚为细，菩萨陀罗尼门智甚为细，菩萨无量无畏地一切辩才藏演说甚为细，菩萨无量三昧相甚为细，菩萨见一切佛三昧智甚为细，菩萨甚深三昧智甚为细，菩萨大庄严三昧智甚为细，菩萨法界三昧智甚为细，菩萨大自在神通三昧智甚为细，菩萨尽未来际广大行主持三昧智甚为细，菩萨出生无量差别三昧智甚为细，菩萨出生一切诸佛前勤修供养恒不舍离三昧智甚为细，菩萨修行一切甚深广博无障无碍三昧智甚为细，菩萨就近一切智地住持行智地大神通地决定义地离异三昧智甚为细，如是等一切甚为细，悉能了之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行，悉知一切菩萨安立智甚为细，菩萨地甚为细，菩萨无量行甚为细，菩萨出生回向甚为细，菩萨得一切佛藏甚为细，菩萨观察智甚为细，菩萨神通愿力甚为细，菩萨演说三昧甚为细，菩萨自在方便甚为细，菩萨印甚为细，
菩萨一生补处甚微细，菩萨生都率天甚微细，菩萨住止天宫甚微细，菩萨严禁佛国甚微细，菩萨观察人中甚微细，菩萨放大光明甚微细，菩萨种族殊胜甚微细，菩萨道场众会甚微细，菩萨遍一切世界受生甚微细，菩萨于一生示现一切生命中甚微细，菩萨入母胎甚微细，菩萨住母胎甚微细，菩萨在母胎中自在示现一切法界道场众会甚微细，菩萨在母胎中示现一切佛神力甚微细，菩萨示现诞生事甚微细，菩萨狮子游行七步至甚微细，菩萨侍处王宫巧方便至甚微细，菩萨出家修调伏行甚微细，菩萨菩提树下坐道场甚微细，菩萨破魔君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微细，如来坐菩提座放大光明照十方界甚微细，如来示现无量神变甚微细，如来狮子吼大涅槃甚微细，如来调伏一切众生而无所爱甚微细，如来不思议自在力，如金刚菩提心甚微细，如来普护念一切世间境界甚微细，如来普于一切世界施作佛事，尽未来劫而无休息甚微细，如来无碍神力周遍法界甚微细，如来于尽虚空界一切世界普现成佛，调伏众生甚微细，如来于一佛身现无量佛身甚微细，如来于去来经三世中接触道场自在智甚微细，如是等一切微细悉能了知成就清净，普能示现一切世间，于念念中增长智慧圆满不退，善巧方便修菩萨行无有休息，成就普贤回向之地，具足一切如来功德，永不厌舍菩萨所习，出生菩萨现前境界，无量方便皆悉清净，普欲安隐一切众生修菩萨行，成就菩萨大威德地，得诸菩萨心之乐欲，获金刚床回向之门，出生法界诸功德藏，常为诸佛之所护念，入诸菩萨深妙法门，演说一切真实之意，语法善巧无所为失，起大誓愿
不舍众生，于一念中尽知一切心，非心地境界之藏，于非心处始生于心，远离语言，安住智慧，同诸菩萨所行之行，以自在力事成佛道，尽未来际，常无休息，一切世间众生结束妄想言说之所见力，神通愿力悉能示现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行，得一切众生界甚为细致。所谓众生界分别甚为细致，众生界言说甚为细致，众生界执着甚为细致，众生界异类甚为细致，众生界同类甚为细致，众生界无量趣甚为细致，众生界不思议种种分别所作甚为细致，众生界无量杂染甚为细致，众生界无量清净甚为细致，如是等一切众生界境界甚为细，于一念中能以智慧皆如实知，广摄众生而为说法，开示种种清净法门，令修菩萨广大智慧，化身无量，见者欢喜，以至日光照菩萨心，令其开悟，智慧自在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为一切众生于一切世界修普贤行，得尽虚空界法界一切世界甚为细致。所谓小世界甚为细致，大世界甚为细致，杂染世界甚为细致，清净世界甚为细致，无比世界甚为细致，种种世界甚为细致，广世界甚为细致，狭世界甚为细致，无碍庄严世界甚为细致，遍一切世界佛出现甚为细致，遍一切世界说正法甚为细致，遍一切世界普现身甚为细致，遍一切世界放大光明甚为细致，尽一切世界示现诸佛自在神通甚为细致，尽一切世界以一音声示一切音甚为细致，入一切世界一切佛刹道场众会甚为细致，以一切法界佛刹作一佛刹甚为细致，以一佛刹作一切法界佛刹甚为细致，知一切世界如梦甚为细致，知一切世界如相甚为细致，
知一切世界如幻，甚为细致。如是了知，出生一切菩萨之道，入普贤行，智慧神通，具普贤观，修菩萨行，常无休息，得一切佛自在神变，具无碍身，住无依滞，于诸善法无所取着，心之所行悉无所得，于一切处其远离想，于菩萨行起尽修想，于一切智无取着想，一诸三昧而自庄严，智慧随顺一切法界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，入普贤菩萨行门，得无量法界甚为细致，演说一切法界甚为细致，入广大法界甚为细致，分别不思议法界甚为细致，分别一切法界甚为细致，一念遍一切法界甚为细致，普入一切法界甚为细致，知一切法界无所得甚为细致，观一切法界无所爱甚为细致，知一切法界无有生甚为细致，于一切法界现神变甚为细致，如是等一切法界甚为细，以广大智皆如实知，于法自在是普贤行，令诸众生皆悉满足，不舍于意，不着于法，出生平等无碍之智，知无碍本，不住一切法，不坏诸法性，如实无染，犹若虚空，随顺世间，起于言说，开真实意，是即灭性，于一切境无依无住，无有分别，明见法界广大安利，了诸世间及一切法平等无二，离一切着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行，生诸劫甚为细致，所谓以不可说劫为一念甚为细致，以一念为不可说劫甚为细致，以阿僧祇劫入一劫甚为细致，以一劫入阿僧祇劫甚为细致，以长劫入短劫甚为细致，以短劫入长劫甚为细致，入有佛劫无佛劫甚为细致，知一切劫数甚为细致，知一切劫非劫甚为细致，一念中见三世一切劫甚为细致，如是等一切诸劫甚为细，以如来智于一念中皆如实知，得诸菩萨圆满行王心，入普贤行心，离一切分别异道细论心，发大愿无懈习心，
普见无量世界网，无量诸佛充满心，于诸佛善根，诸菩萨行能闻持心，于安慰一切众生广大行，闻已不忘心，能于一切劫现佛出世心，于一一世界尽未来际，行不动行无休息心，于一切世界中以如来身业充满菩萨身心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行，成不退转，得一切法甚为细致。所谓甚深法甚为细致，广大法甚为细致，种种法甚为细致，庄严法甚为细致，一切法无有量甚为细致，一切法入一法甚为细致，一法入一切法甚为细致，一切法入非法甚为细致，无法中安立一切法而不相违甚为细致，入一切佛法方便无有余甚为细致，如是等一切世界一切言说所安立法诸为细致，与彼同等其智无碍，皆如实之，得入无边法界心，于一一法界身心坚住，成无碍行，以一切智充满诸根，入诸佛智正念方便，成就诸佛广大功德，遍满法界，普入一切诸如来身，现诸菩萨所有身业，随顺一切世界言辞演说语法，得一切佛神力所加智慧意业，出生无量善巧方便，分别诸法萨婆惹智，以无着无浮解脱心修普贤行，出生一切甚为细致。所谓知一切刹甚为细致，知一切众生甚为细致，知一切法果报甚为细致，知一切众生心甚为细致，知一切说法时甚为细致，知一切法界甚为细致，知一切尽虚空界三世甚为细致，知一切语言道甚为细致，知一切世间行甚为细致，知一切出世行甚为细致，乃至知一切如来道、一切菩萨道、一切众生道甚为细致，修菩萨行，住普贤道，若闻若意皆如实知，生如影智，生如梦智，生如幻智，生如想智，生如化智，生如空智，生即灭智，生一切法界智，生无所依智，生一切佛法智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
以无着无浮解脱心回向，不分别若世间若世间法，不分别若菩提若菩提萨埵，不分别若菩萨行若出离道，不分别若佛若一切佛法，不分别若调伏众生若不调伏众生，不分别若善根若回向，不分别若自若他，不分别若失物若受施者，不分别若菩萨行若等正觉，不分别若法若智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以彼善根如是回向，所谓心无着无浮解脱，身无着无浮解脱，口无着无浮解脱，业无着无浮解脱，报无着无浮解脱，世间无着无浮解脱，佛刹无着无浮解脱，众生无着无浮解脱，法无着无浮解脱，智无着无浮解脱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，如三世诸佛为菩萨时所修回向而行回向，学过去诸佛回向，成未来诸佛回向，住现在诸佛回向，安住过去诸佛回向道，不舍未来诸佛回向道，随顺现在诸佛回向道，勤修过去诸佛教，成就未来诸佛教，了知现在诸佛教，满足过去诸佛平等，成就未来诸佛平等，安住现在诸佛平等，行过去诸佛境界，住未来诸佛境界，等现在诸佛境界，得三世一切诸佛善根，具三世一切诸佛种性，住三世一切诸佛所行，顺三世一切诸佛境界。佛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九无着无浮解脱心回向。菩萨摩诃萨住此回向时，一切金刚沦为山所不能坏，于一切众生中色相第一无能及者，悉能摧破诸魔邪业，普现十方一切世界修菩萨行，为欲开悟一切众生，以善方便说诸佛法，得大智慧，于诸佛法心无迷惑，在在生处若行若住，常得直欲不坏眷属，三世诸佛所说正法，以清净念悉能受持，尽未来劫修菩萨行，常不休息，无所依着，普贤行愿增长具足，得一切智，施作佛事，成就菩萨自在神通。尔时
金刚床菩萨成佛神力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。普于十方无等尊，未曾一起轻慢心，随其所修功德业，亦复恭敬生尊重，所修一切诸功德，不为自己及他人，恒以最上信解心，利益众生故回向，未尝占起高慢心，亦复不生下列意。如来所有身等业，必悉请问勤修习，所修种种诸善根，悉为利益诸寒士，安住身心广大劫，回向人尊功德位，世间所有无量别，种种善巧奇特事，粗细广大及甚深，弥步修行皆了达。世间所有种种身，一身平等入其中，于此修行得了悟，慧门成就无退转。世间国土无量种，维系广大养复别，菩萨能以智慧门，一毛孔中无不见，众生心行无有量，能令平等入一心，以智慧门悉开悟，于所修行不退转，众生诸根及欲乐，上中下品各不同，一切甚深难可知，随其本性悉能了。众生所有种种业，上中下品各差别，菩萨深入如来力，以智慧门普明见，不可思议无量劫，能令平等入一念，如是见已遍十方，修行一切清净业，过去未来及现在，了知其相各不同，而亦不为平等理，是则大心明达行。世间众生行不同，或显或隐无量种，菩萨悉知差别相，亦知其相皆无相，十方世界一切佛，所现自在神通力，广大难可得思议，菩萨悉能分别之，一切世界都率中，自然觉悟人师子，功德广大尽无等，如其体相悉能见，或现降神除母胎，无量自在大神变，成佛说法是灭度，普遍世间无战矣。人中狮子出生时，一切圣智悉成奉，诸天地士梵王等，弥不恭敬而瞻视，
十方一切无有余，无量无边法界中，无始无末无暇耳，是现如来自在力，人中尊道现身矣。游行诸方各七步，欲以妙法悟群生，是故如来普观察，见诸众生沉欲海，盲暗愚痴之所缚，人中自在现微笑，念当救彼三有苦。大师自后出妙音，我为世间第一尊，应燃明镜智慧灯，灭彼生死愚痴暗。人师子王出世时，普放无量大光明，令诸恶道皆休息，永灭世间众苦难。或时是现楚王宫，或现舍家修学道，为欲饶益众生故，是其如是自在力。如来始作道场时，一切大地皆动摇，十方世界悉蒙光，六趣众生咸离苦，震动一切魔宫殿，开悟十方众生心，习曾受化及修行，皆时了知真实意。十方所有诸国土，吸入毛孔无有余，一切毛孔刹无边，于彼普现神通力，一切诸佛所开眼，无量方便皆随物，摄诸如来所不说，亦能解了勤修习，遍满三千大千界，一切魔君心斗争，所作无量种种恶，无碍智门能熄灭。如来或在诸佛刹，或复现处诸天宫，或在梵宫而现身，菩萨悉见无障碍，佛现无量种种身，转于清净妙法轮，乃至三世一切劫，求其边际不可得，宝座高广最无等，遍满十方无量界，种种妙相而庄严，佛处其上难思议，诸佛子众共围绕，尽于法界悉周遍，开示菩提无量行，一切最甚所由道，诸佛随仪所作业，无量无边等法界，智者能以一方便，一切了知无不尽，诸佛自在神通力，示现一切种种身，或现诸趣无量生，或现才女众围绕，或于无量诸世界，示现出家成佛道，
乃至最后波涅盘，分布其身其塔庙，如是种种无边行。导师演说佛所住，世尊所有大功德，誓愿修行悉令尽，以彼善根回向时，住于如是方便法，如是修习菩提行，其心毕竟无厌怠。如来所有大神通，即以无边甚功德，乃至世间诸智行，一切悉知无不尽。如是一切人中主，随其所有诸境界，于一念中皆了悟，而亦不舍菩提行。诸佛所有维系行，即一切刹种种法，于彼悉能随顺之，就近回向到彼岸，有数无数一切劫，菩萨了之即一念，于此善入菩提行，常勤修习不退转，十方所有无量刹，或有杂染，或清净，即彼一切诸如来，菩萨悉能分别之，于念念中悉明见，不可思议无量劫，如是三世无有余，具足修至菩萨行，于一切心平等入，入一切法亦平等，净空佛刹思亦然，必最甚行悉了之，出生众生及诸法，所有种种诸智慧，菩萨神力亦复然，如是一切无穷尽，诸维系智各差别，菩萨尽舍无有余，同向异向悉善知，如是修行广大行，十方无量诸佛刹，其中众生各无量，去生族类种种殊，助行力已悉能知，过去未来现在世，所有一切诸导师，若人知此而回向，则与彼佛行平等，若人能修此回向，则为学佛所行道，当得一切佛功德，即以一切佛智慧，一切世间莫能坏，一切所学皆成就，常能意念一切佛，常见一切世间灯，菩萨甚行不可量，诸功德法亦如是，亦助如来无上行，悉知诸佛自在力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31。